即时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另外一个第五章四十八节。第五章十七节，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或者是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划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今仔毁坏一个诫命至弥赛的一条，说按你教示人的，伫天国要称伊做弥赛，独独今仔行，说教示人的，伫天国要称伊最大。因为我甲恁讲，即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袂入天国。所以恁着顺转，亲像恁的天父顺转。以上，关注祝福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的信息，由蔡牧师，伊的题目是耶稣带来律法的实现。咱把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大家平安。通常看到律法这两字吼，拢会感觉有压力。对我来讲，看到律法，我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想到就是警察。因为律法伫我印象内面吼，往往是限制的人，袂使做啥物，你敢用做啥物？若是违反遮个规矩，就爱受处罚。而且吼，信基督教了后吼，亲像搁较麻烦。原因是除了爱遵守圣经政府啊吼，政府颁布的律法，咱搁爱遵守圣经教示的律法。上有感觉的第一个感受到的可能就是除了爱缴税给政府，咱搁爱奉献金钱给教会。有人讲这叫一只牛剥两张皮，吼、哦。搁落来有一寡足崇尚自由的人，伊认为讲，你走去信基督教吼、哦，是食饱在换腰。安怎讲？伊讲日子个过了好势好势，你无代无志去信基督教，互家己白脚白手。有一个纽约。艺术家伊就安尼讲，伊讲基督教伊相信因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这种态度吼，煞乎每一个人的自由藏伫危险的内面。这个艺术家伊要强调的，就是讲基督信仰威胁着咱人的自由。咱过来看吼，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遮严守律法的犹太人，因对律法的态度是怎样呢？咱来看今仔日的经章吼，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咱三个做伙来读无？来，做伙来读来请。妄想我要来废除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根据这个经文，咱能感受到讲，这个犹太人吼，因有一个期待，就是耶稣，你把阮的律法加废掉。原因是犹太人的律法，对犹太人真正是劳苦担当。伫因的律法内面吼，有365条是你袂使安怎安怎的诫命。这个数目拄啊好一冬吼的日子的一个总数目吼，365天。来有248条的，是你着爱安怎安怎的诫命。所以拢总有613条。
有兄弟捌去过以色列，啊，因在大饭店的时阵，伊个发现一个现象吼，伫安息日的时阵吼，因发现啊，电梯吼是逐楼拢停，啊，为虾米呢？啊，因为安息日犹太人的律法袂使做工，啊，所以就袂使饲讲我要几楼，啊，饭店就吼，迄电梯逐楼拢停吼，啊，因就毋免啊去啊。触犯到犹太人的律法啊，像是犹太人吼，因的传统佫有一个观念，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啊，律法啊 ，OK， 弥赛亚来的时，律法的任何的律例，拢看作是无必要、无效的啊，拢爱废除啊，所以咱看到啊，耶稣。会出现，或者犹太人抓做讲啊，我出运啊，啊，啊，这个人因认为讲哦，遐，互我白脚白手的律法，即马会用废除啊。所以伫遮咱会用看见，就是讲啊，这个犹太人因是抱着迄种忍耐，啊，伫遐硬动迄个心情来在修律法，啊，这种心情检采可能。有一点啊，亲像讲咱台湾的查甫人吼，啊，在做兵，啊，伫啊军队内面，伫啊在啊呐，数馒头，等天哦，啊，迄落心情吼，啊，也即以上这情况吼，啊，咱会感受到一点，就是讲人对待这个律法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啊，那呢？咱要怎样将这个负面消极的态度，给伊转化，成做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咱先来看律法的目的吼，耶稣。啊，今仔日这个经文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十七节这个经文啊，让我想到第二世纪吼。出现的一个异端学说哈，伊叫马吉安主义哈。啊，这马吉安主义这异端呢，因有一个主张，就是讲因无相信旧约是上帝所启示的册，啊，并且认为讲这个旧约伊的价值，伊伫新约圣经的下面，啊，而且旧约。唔是爱生存，应该就是爱废掉，啊！啊，伊的理由是哪会？伊讲，旧约圣经内面有真多彼此矛盾的记录，啊，比如讲，上帝予人十诫，叫人袂使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啊，但是咱伫出埃及记煞看到，咱伫这个摩西五经的内面，咱煞看到摩西伊做迄个铜蛇，吼、哦，迄、那个铜蛇。啊，像是这个异端学说吼，伊、哦、嘛看到讲，啊，新约甲旧约的圣经彼此嘛有真侪冲突，无协调的所在。啊，比如旧约圣经讲爱以眼还眼，安那以牙。还牙啊！新约圣经耶稣讲啊，嘿，老人信你的正名，啊你啊，连倒名嘛去学信。啊，老人要甲你过，要摕你的内衫，啊你连外衫嘛好伊。哦啊，若是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啊你个甲伊做伙阁行两里路。啊，所以这个马吉安主义吼，伊个主张讲。伊的迄种主张，咱就看到有一个代志，伊将咱基督信仰这个律法甲福音，甲伊分开，甲伊切割。啊，这个异端伊煞将圣经的连贯性甲合一性啊，甲伊拆毁。啊，兄弟，这个异端学说听起来真有道理诶。啊，但是咱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异端。伊问题出伫倒落，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伊忽略了律法的一个目的。一般来讲吼，
咱讲的迄个立法的目的，就是为着国家政府提供治理方向，甲一个官兵一个 power。啊，也对伫个人提供生命财产的一个保障，啊，甲公平平等的一个制度。啊，但是上帝伊制定的律法，上主要的目的毋是安尼呢？对伫上帝的律法，约翰加尔文吼，加尼文伊安尼讲，伊讲上帝赐予以色列人律法，毋是为着要来约束因，乃是要伫基督降临的大圣，予因救恩的盼望。啊，来上帝律法内面遐个道德的律，甲礼仪的律，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带人归向基督。这安怎讲呢？咱来看今仔经章二十节吼。兄弟，咱做伙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咱做伙来读来请。我甲恁讲，恁的义若无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断袂用入上帝天国。伫这个所在吼，耶稣毋是伫讲文士甲法利赛人无好，伊是伫讲文士甲法利赛人无够好，因好但是无够。这就是伫讲啦，伫上帝眼内啊，亲像文士法利赛人安尼伫守律法，佫无够资格来进入天国。为什么？因为耶稣吼伫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即个登山宝训，伊讲的迄个律法搁较严。犹太人的律法规定讲，杀人搁爱受审判。登山宝训伊讲哪货？人你若生气，你搁爱受审判，毋免杀人，你生气你搁爱受审判。犹太律法规定讲，唔通犯奸淫。但是登山宝训讲啊，你若一念，你就是犯奸淫。来犹太律法规定讲，你爱听厝边，你爱怨恨你的仇敌。但是登山宝训讲啊，你爱听你的仇敌。兄弟，安尼咱看这个登山宝训了吼，咱想看卖。咱敢有法度做得到？其实伫即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迄个时阵吼，一寡教父吼，因真正要教即、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迄个登山宝训，迄、那个教是因要真正照安尼来伫做哦。所以迄时阵吼。教父有足济人拢残废哦，拢残障哦。咱敢知影为虾米？因为伫即个登山宝训有讲到一句话，讲你的目睭若是害你无法度进入天堂吼，你就把目睭挖掉。你的手啊安怎？你把剁掉，应该真正把挖掉，真正剁掉。总是。咱伫遮安尼看吼，咱必须爱讲吼，佮管算乌条佮毒条吼，因嘛是感觉好，即、這个登山宝训吼，真恶的做得到。所以伫遮遐，即咱佮想一个问题，当咱看了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时阵，咱看到遐尼啊严格的一个律法，敢真正有人做会得到？若遐济人拢做袂得到，敢是就是伫宣告讲，无有人有法度进入天国。伫这方面，即个马丁路德吼，伊有足深的一个体会。咱知影即个改革中即个马丁路德伊的信仰顶面吼，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
在我们基督教的里面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历史人物哈。马丁路德初初伊伫信仰顶面，伊一直有一个困扰。迄、那个困扰是哪会？伊无把握上帝的爱伊，伊无把握上帝是疼伊的，因为伊感觉上帝遐尼啊伟大，啊家己遐尼啊微小，哪有可能？上帝遐尼啊完全的性格，啊家己遐尼啊有诶垃圾，较有可能会爱伊。所以，伊为着要互家己有把握，讲我会用得到上帝的爱。马丁路德佮作温困来追求个人的一个性格。伊掠做讲啊，我会使靠着家己的努力，也会用赚到上帝的疼。也就是讲，我若是有好的表现，我佮会得到上帝的慈爱。就安尼吼，伊个逐项拢伊家饲，伊常常连续禁食三工，嘛捌连续六点钟一直伫迄个所在认罪悔改，佫有吼，伊佫做一挂足极端的代志，就是连续滚啊骂暗骂伫困吼，寒天哦，伊无要加棉罩被，互伊家己，互伊踮遐呢，会冷会冷，安尼踮遐一直祈祷，甚至伊做到一个程度吼，有一挂代志，互伊强强要翘起的一个程度，威胁到伊的性命。但是伊只逐项拢做啊，伊嘛阁感觉家己无够性格，伊的心内面阁同款无有把握讲上帝的爱伊。后来伊进入神学院，伊开始研究圣经，渐渐明白福音是啥物。最后伊煞苏醒过来，伊发现讲圣经明明有甲我讲原来上帝早就将即个疼予伊了。安怎讲？因为伫罗马书吼第五章第八节安尼伫讲，咱来读即个经章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咱做位来读来请。读到基督伫咱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上帝的爱就在这让咱显明。所以在这个地方，马丁路德他了解到一件事情，福音不在于咱做什么，乃在于上帝已经为咱做什么。简单说，上帝律法非常的严格，根本是人做不到的律法，但是这不是要找人的麻烦，是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人又怎样努力，他也无法度靠着家己去赢得上帝的救恩和慈爱。人呢，独独只有谦卑来接受耶稣的救恩，人因信称义，白白才能得到白白的救恩。所以整个律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带人归向耶稣基督。兄弟，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不但在那里注意说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除了关心这个律法的表面，我们也要关心这个律法的内面。我们要关心律法的规矩，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律法是要把我引带去耶稣基督那里。律法不是在让我们说你这点不好，所以你定我们的罪。律法更要紧的是说我这点不好，我做不得到，我来甲耶稣求，求耶稣帮助我，予我会用做得到。实际上咱会用看到吼，大多数的人对伫这个律法，伊敢关心这个表面，伊会较忽略了这个内面。因敢注意到讲，这个律法予人有啥物款的限制，但是因较无注意到讲。
律法予人带来甚物款的一个祝福？啊，直到呢，人个对这律法有一个负面的观感。啊，伫遮啊，咱来看创世纪吼，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这个经章安尼讲，伊讲园中各样树顶的果子，啊，你会用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唔通食，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也这敢是律法？咱看啊，其实这是咱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出现的一个律法。因为那经内面有讲可以，跟那不可以。啊，这是上帝对的阿当的一个吩咐。啊！伫这个所在，咱能看到律法的表明，就是袂使食，食迄个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伫遮，咱就看到律法所带来的一个限制。啊，来，这个内面，咱嘛看到律法的内面哦。伊的内面是哪个？伊讲，因为人食的日子必定啊呐死，伊。伊内面是伫讲哪话？伊要保全咱人的性命，啊，这个是律法所带来的一个祝福。啊，来，咱来看一个，看这个投影片哦。啊，唔知恁昨恁啊，你有注意到这几天的天气无？哈，啊，这是前天吼，啊，我收到的天气预报的内容，伊伫通知讲，啊，咱这两三天吼，咱尽量莫出外。啊，窗仔门拢爱关哦，好啊，因为这两天迄个 Cedar Park 啊的空气吼，迄个臭氧的含量啊超标。啊，兄弟，啊，咱也是有慢跑的习惯，也是讲有散步的习惯哦。看到这通知，可能感觉家己受到限制，啊，感觉哎呀无自由，啊，总是。咱敢袂用讲，因为我失去了自由，啊，我受到限制，我就讲啊，这个通知无好，啊，咱袂使安尼讲，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通知是要保护咱，这个通知是为着咱的健康。那呢，也即，啊，咱伫遮，咱来看哦，咱要怎样看待？接袂用负面的态度来伫看圣经的教示。根据圣经的教导，咱能肯定一件代志，就是讲啊，圣经绝对毋是一本道德的册。啊，与其说你的圣经教导咱怎样正确的生活，啊，不如讲啊，伊是伫教导咱怎样甲上帝斗阵建立关系。啊，有时阵吼，可能咱会听到安尼的一款话，讲啊，所有的宗教拢同款啦，拢是劝人啊做好代志。但是这句话啊，无适合伫基督信仰，因为基督信仰毋是叫你劝人做善，伊在劝人啥物？甲上帝和好，伊毋是咧劝你啊做啊好代志，伊是咧劝你甲上帝和好。这两样是有差别的，啊，这两样是有差别的。啊，落来我会阁咱会用注意看吼，啊，而且咱来想吼，啊，我真做一个基督徒啊，遐尼啊久，我敢会真做一个假修如法？的表面的基督徒，我真做基督徒遐久，我敢会煞忽略，或者是无认捌这个律法背后的上帝。咱来看哦，圣经是哪会？啊，伫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安尼讲，伊讲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在这个教师、导师、给人归正、教导人学艺，拢是
有利益的。啊，伫这个所在，啊，我要请兄弟来看哈，这个所在的后半部，啊，就是我海内纳什的迄个字，伊讲到教师、道德、互人规正、教师人学艺。伊这个所在，互咱看到圣经本身哈，有这个律法的特性，有迄个道德里面的一个教师。这是圣经的后半，一、那个这个经文的后半部，这个是圣经其中一个特性。啊，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前半部，前半部啊，我有个海拉迄个紫色的字哈。伊只讲圣经拢是上帝所安啦，默示的。这默示这两字伊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出的气，意思就是讲。圣经是上帝呼出的气，啊！伫这个所在，伊个显明讲，圣经伊迄个独特、特殊的一个地位是哪会？圣经是上帝的话，啊！人透过认捌圣经、甲尊叹圣经的教示，啊！人就因为安尼，伊去明白着上帝的意念。明白着上帝的性情，明白着上帝的计划。啊，兄弟，这有啥物无同吼？啊，当你咧看《六法全书》吼，敢是叫《六法全书》的法律的？啊，你个得注意看，迄字是安怎字？啊，这规矩是安怎？像一个啊，使用操作手册吼。啊，但是当圣经讲圣经是上帝呼出来的气的时候。咱在读上帝律法吼，咱唔是家在读律法，咱是在读圣经所，咱是要透过这个律法来认捌咱的上帝，咱是要透过这个律法尊敬这个律法来想讲，安尼我要安怎甲上帝互动，吼、哦，较像像咧一本哪会呢？婚姻手册。而不是一本六法全书。那这保罗安尼讲吼，保罗安尼讲，讲字句吼叫人死，啊经义叫人活。字句是哪会？字句个亲像你敢看到律法的表明，啊你知影道德的律例是啥款？啊这叫做字句。啊经义呢？真意就是你能看到律法的背后，你认捌上帝的本心。啊，兄弟，咱若是讲，我敢知影这个律法的表面，这个道德的律例，我无认捌律法背后的上帝，那呢，咱就是敢知影字句，咱无明白迄个真意。那呢，咱若是这种情形。咱对着圣经吼，就是有一个较消极的态度；啊，对着圣经的领袖，就是死的，是死的。啊，迄个死的会产生哪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圣经就真做咱上好的安眠药。因为你看圣经是死的，啊，所以圣经一拍开呢，就真做你上好的安眠药。啊，马上干啦！哦，本来足歹困，啊，圣经拍开足好困。啊，反倒转来讲，咱若是讲清楚啊，明白相信，如何的背后是认捌上帝本身，对圣经咱就会产生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对着圣经的领袖，咱就是活的。啊，甚至咱会去做比如何。的要求搁较悬的标准的代志。啊，伫十九世纪吼，啊，伫英国有一个啊传道者叫斯布珍，啊，伊应该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牧师吼。啊，伊是一个对家己要求足悬，啊，做代志吼足有效率的，啊，伊的记忆力特别好。啊！而且伊做代志，佫足温困，
啊，是受上帝足重用的一个人。啊，伊上出名的就是伊足够讲道的。啊，所以迄时阵全世界的人啊，拢称伊做讲道王子，啊，讲道的王子。啊，这个传道者呢，伊逐项拢好，啊，除了一件代志以外，伊足爱食薰的。啊，伊爱食薰这件代志是全国的人拢知。啊，甚至啊，有的父母吼，伊在阻止伊的囡仔吼，啊，唔通食薰。啊，囡仔安怎甲父母回呢？回讲师不争，牧师嘛在食薰。啊，伫迄个年代啊，啊，食薰啊，亲像啉茶泡咖啡啊，啊，一种啊嗜好。但是嘛是有人认为讲食薰是一个不良嗜好。啊，所以啊，就有人劝师不争吼，你爱戒薰。啊啊，但是师不争伊拢有理由吼、哦、来反驳。啊，师不争啊，捌讲吼，伊讲准讲啊，伊个朋友甲伊叫伊爱戒薰嘛，啊，师不争个甲讲啊，准讲有一天我发现我若食薰食过头吼、哦，我就会戒薰啊。啊，伊个朋友就甲伊问讲，啊，那呢，什么款的情形，较叫做食薰食过头？啊，师父真个讲，你啊看到我一支嘴啊，含两支雪茄吼，迄叫做食薰食过头。啊，佫有一边，啊，师父真个讲一个话吼，哦，引起全国的轰动。伊讲啊。总共有人会用对圣经找出啊，袂使食薰这条戒命，我阁一定会去遵守。啊，总是我到即马阁无找到迄条戒命。啊，所以伊讲，我无为着家己做诶任何代志感觉见笑。啊，我嘛无为着家己食薰感觉见笑。啊，所以我食薰是为着要荣耀至圣者。哦，伊即个讲出来了，哇、哦，啊个全英格兰的新闻个走出来啊吼、哦。啊，兄弟，啊，的确，咱看吼，圣经无讲着袂使食薰，啊，所以无这条戒命嘛。啊，但是最后吼、哦，即、这个师不争伊个改掉，啊，原因是哪会呢？就是啊，有一边伊出外去散步。啊，伊就入去啊一个店的橱窗，啊，伊就看迄个橱窗吼，哦，采一罐新的白术的烟草，哦，啊，迄个标签是安怎回呢？师不争的烟草。啊，伊迄时伊虽想着一件代志，伊讲啊，当我有一天吼离开这个世界，啊，人。在讲到师不争的时阵，伊是用烟草来在纪念我，也是用团刀来在纪念我。伊发现烟草既然超过伊的团刀的时间吼，伊回去厝了，伊就将一切的鸡丝头啊、食薰的鸡丝头啊吼，啊，拢烧掉。啊，无过食薰。啊，兄弟，咱看到，互这个师不争戒薰的吼，唔是这种律法的标明，讲啊，圣经有写袂使食薰，所以戒薰，唔是啊，互伊戒薰的是律法背后的迄个上帝，因为伊看重伊家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以伊就将伊上介意的迄、那个。啊，雪茄啊，烟斗啊，甲伊戒掉。啊，兄弟，咱基督徒吼，的确有比一般人搁较侪规矩甲要求。啊，总是这个规矩甲要求，无一定会互咱感觉受压制。上重要的、最关键的，乃在伫讲，哎，我敢有看到这个律法？背后的上帝，重点在伫讲，咱敢有看到律法背后，咱强调的是
咱甲上帝的关系。我要安怎做，才会用甲上帝哪来哪好？啊，佮亲像啊，咱的婚姻生活，哦，我若是甲另外一半感情无好，哎，我想的是哪会？我应该毋是伫想讲啊，我袂使做哪会？我想要改进，就是讲，哎，我佮因加做哪会？看因哪来哪好。啊，当咱看到上帝的时阵，当咱看到第一着讲家己甲上帝的关系的时阵，咱就袂感觉讲啊，家己是受到律法的压制，甚至咱会做得比律法的要求、比律法的规定佫较好、佫较悬的标准。啊，因为当咱若看到遐的时阵，咱会发觉就是讲，哎，家己的生命吼，毋是活伫律法的下面，是活伫啊律法的顶面。啊，最后我讲啊一个啊见证吼，就是讲啊，我捌有一个朋友吼，啊，伊因为啊工作的关系吼，啊去到南太平洋一个New Guinea。啊，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有食人族吼，啊，伊就甲我讲着讲，哎，外国人吼，通常啊，去迄个所在吼，拢是住诶在地诶住宅区啊，诶高级住宅区，上好诶上高级诶住宅区，啊，原因毋是为着享受，原因是为着安全，啊，为虾米？因为在地吼诶原住民。土著吼，伊认为讲，迄生到甲因无共的人种吼，拢是神明送来予因的一个礼物。啊，所以伊若看到迄外国人吼，白人，因个上乌啊吼，啊，所以咱这种的是伊嘛，感觉咱是白啦吼。啊个啊，一直抢因的财物，而且因一点啊罪恶感拢无。啊，甚至啊。在地的食人族吼，啊，会食人。啊，因食人毋是因为无物件通食，腹肚枵，啊，所以食人。因食人是因为迄个宗教仪式啊去食人。啊，所以伫即个当中，咱看到啊，律法无代表绝对的一个真理吼。啊，后来啊，我知影有一个台湾的宣教师。啊，去到迄个所在来啊宣教，啊，我阁发现一点，就是你即个宣教师吼，伊从细汉就是伫医生世家的环境大汉，啊，照理啊，伊的生活，伊应该生活伫一个不无安定的环境，但是呢，啊，伊煞带因太太甲两个查某囝去到迄个危险。啊，搁怂恿的所在，啊，服侍足低层的人。啊，这宣教师讲一句话吼，伊讲啊，天堂若是有存在，英雄若是真正的愿望，啊，咱就应该将福音传到真正的未得之地。啊，我知影伊的太太啊，要去进前有迄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来上帝甲伊治也好伊，但是过无偌久，佫得到迄、那个啊癌症啊乳癌的末期吼、哦。啊，但是因佫继续伫迄个所在，啊，即摆已经啊落来啊吼、哦。啊，但是伫即个所在，我也看到，哎，即、这个宣教师伊所做的啊，毋是律法的要求呢，伊所做的是律法要要求伊的。伊嘛毋是封闭的，伊是自愿的。啊，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咱个看到就是讲，如果敢真正会压制伫人，重点是咱敢有看到如果的一个目的，咱敢有看到如果的一个背后是上帝。当咱来看到迄个所在时，迄、那个规矩，迄、那个。啊，压制就无真多啊，咱的动荡。
求上帝透过今仔日的经节来搁一遍引带伫咱怎样来看圣经的教示吼。这个时阵咱三个起立，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开嘴咱的上帝来回应祈祷在咱的生活的内面咱有济济时阵咱需要按照上帝的教示来伫行，也是有当时咱会感觉受限制，有当时咱会感觉无自由。总是今仔日咱恳求上帝开咱的目睭，予咱看到圣经的教示对伫咱所带来的祝福，也求上帝帮助伫咱目前咱的兄弟，敢有对一项代志对一款的行为
在上帝面头前啊，感觉啊，一直无法度得到逃亡，一直感觉艰苦的，咱嘛求上帝来帮助伫咱，予咱有来做得到赦免的赏赐，嘛予咱有够力的毅力来行出啊，上帝爱咱行的。咱三个开嘴来回应祈祷，请。灵命上帝，我伫这个所在，恳求你怜悯我，恳求你将迄个真正的自由赐落伫我兄弟姊妹的身躯顶。主啊，予我有迄个自由，就是我会用有气力去做你爱我做的代志。我的自由是我有气力无去做你无爱阮做诶代志，主啊，阮恳求你，予阮因着认捌真理，阮阁得着自由，予即个应允伫阮兄弟姊妹诶内面，伫阮兄弟姊妹诶生命诶当中。主啊，阮恳求你嘛帮助伫阮，当阮认捌真理诶时阵，阮毋是当打哪者。我认捌真理的时阵，是我感觉生命的快乐哪来哪有。愿上帝你帮助祝福，愿上帝你今仔日啊，搁一遍啊，投放伫我，让我伫这个圣经的教示的顶面，我愿意来行，不是为着赢得你的疼痛，是因为我为着搁较要认捌你，搁较要亲近。你更加你三格好好，我安尼祈祷，奉个主耶稣圣尊名恳求，阿门。请坐。咱三格来领受对上帝遐领来的祝福。愿主平安的上帝，君王的大牧者，我主耶稣，伫各样的好事顶面来成全伫恁，叫恁尊叹伊的旨意，愿荣耀归伫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上帝祝福咱大家。